到最近的大张伟穿着一身黑色的 T 恤来到机场当中呢，实在太有魅力。穿上黑色的 T 恤之后呢，更加展示出他个人的魅力，展示出他个人的身材。这是和娱乐圈任何一个男明星相比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，毕竟人家真正的就是靠近的才华，也不是靠近的颜值，就是他这种才华深深的迷倒了很多的迷妹，那么多粉丝都是深深的跟在他背后的，原来真正的就是对他恋恋不舍呀，能够多看他一眼那就是一眼。大张伟真的是唱歌样样精通，而且在事业上做的也是非常有名气的，时时刻刻都是在和粉丝互动，每天每晚都是在直播当中，而且让粉丝真正了解他的生活，了解他这个人的性格，确实是有很多成熟有魅力的地方，深深的吸引着我们。在机场当中，他穿的衣服也确实是很时尚，穿了一个黑色的 T 恤，而且特别阳光帅气的一个大男孩，发型真的是没有改变的，他依旧是保持原来那颗初心，依旧是保持着我们最想要看到的样子，成熟大度的气息，这一点倒确实深深吸引着我们。他这几年了，一直都是处于在忙碌的状态当中，虽然有个时间是空闲的，他也是需要休息，他也经常会去旅游，体验生活当中点点滴滴，特别喜欢音乐，而且在家里摆满了所有音乐器材，每天每晚都是在练习自己的音乐，提高自己的音乐唱歌，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歌曲吧，确实是有青春的活力，他个人身上也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魅力，一点也是大家所喜欢的样子，像他这么青春洋溢的少年就应该有今天这样的地步，而且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，这些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样子，而且他特别纯洁纯粹，他正在台上唱歌那一瞬间，他确实身材迷倒很多人，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呢，他都是那个最迷人的样子，已经完全融入到歌曲当中了，完全被歌曲所陶醉，就是非常喜欢看到他这一点最有魅力的时候。